六七八，三四六七八。大家好，我是玄奘大学影剧艺术学系的邓安秀，这里是我们平常暖身的排演教室。暖身是表演者非常重要的一环，落实暖身才能使表演进行得更顺利哦。欢迎月秋的同学有机会来看我们的毕业制作哦。谢谢大家。